活动一开始就带来趣味活泼的开场，这是文心中学的毕业典礼，今年主题非常有创意，叫子曰。把学生们可能觉得比较生硬的，像《论语》这一类，那我们用比较趣味或者生活化的方式去结合，而且这次其实我们也加入了很多中国风的元素，让学生其实他们在准备的过程当中，也可以感受到原来中国文化的一个有趣，然后那个很特别的地方。学生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来准备，所以在会场的每一个所在都看到他们的用心。我们外面有一个前台手诀，然后我们后面的背景就是一个城墙，我们里面就是一堆学子在里面谈论一些学术啊，还是什么，我们就想把这边打造成一个这样的气氛。然后我们的红布幕上面有两个字，仁跟爱嘛，仁就是代表我们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嘛，然后爱就是代表我们文生中心思想。这件毕业典礼唔那服装用心，连表演的内容都有特别经过设计。每年都换上学生迎接新的阶段，校长除了祝福因创造属于家己美好的人生以外，也欢迎因爱常常回来看老师。我们回生今天呢，总算要把我们国中部48K、高中部30K 的同学呢嫁出去了。记得出去之后，不管你在哪个院校，不管你在哪个高中，或者是资深的也好，不要忘记母校的师长。因为校长绝对不会提个水往外面泼。毕业是一个阶段结束，不过同时也是新的开始。看到学弟妹为因设计的毕业典礼这么用心，因也带着满满祝福，准备迎接人生的下一阶段。记者关品采访报道。